请大家看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噔噔噔噔，这个就是 Predator 跟 Osim 合作的电竞听网仪，就是一个可以一边按摩一边打 game 一边听歌的一个 game chair。你没有听错，这款 gaming chair 是 Acer Predator 和老大，不是，是 Osim 合作推出的电竞 massage 听网仪。 整个椅子采用了比较电竞 feel 的沙岩蓝加纯黑颜色搭配，特别设计比别人长的椅子背 78.5 cm， 适合身高150到185 cm 的 gamer， 我这种163 cm 的中等身，坐起来不会太突出，也不会太低，刚刚好。枕头两边是蓝牙喇叭，可以一边 massage 一边听歌，而且还是有人在你旁边唱的感觉，感觉很诡异。我们现在提倡打 game 就是你长期坐着，如果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，你就要休息个10到15分钟的情况下。 我们开小这个按摩椅哦，就会在那10分钟得到一个放松，你就可以准备下一场，然后它完全就是这个给你中间放松的一个概念，然后舒服一下，然后再继续打 game。但是如果你要一边打 game 一边按摩，还是可以的，我是可以的。你以为像你这样玩 Cooking Better 呢？Hello， 你看不起 Cooking Better 啊？我 Cooking Better 还可以躺下去玩的嘞。哇，我已经自我进入自我想象了。 你可以大角度，往后倾斜到145度，被老婆赶出房门的时候当成 sofa bed 也没问题，可以睡得好。椅子材质采用 memory foam 记忆棉，头枕还有腰枕就是用了这个超透气的 PVC 皮革材质，所以不止柔软，还可以散热。它是因为记忆棉啊，所以它是会根据你身体的部位去调整，所以是完全符合你的头型的哇。扶手也是可以调整的，上啊下，上啊下，这时候嘿。 开启隐藏设计，就是 massage 按摩的 remote control 啦，要用的时候呢推开，不要用的时候就关上。它这里呢是有几种模式的，我现在按的呢就是人手按压，然后它也有锤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踹一下那个锤的。那开起来之后呢，就好像有个专业的越南阿迪在用它强而有力的手帮你按摩这样。原因就是这台 gaming chair 采用了 Osim 独家的 V 型按摩技术，还有360度滚轮，给你3种不同的享受：专业、柔腻还有捶打。 哦哟，哇，这个爽！然后它是其实是慢慢的往上，再慢慢的往下，一直这样的循环在我的颈跟头。它就 normal 是这种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是一个揉捏的方式，这种就比较 soft 一点啦。如果你不要它一直抖的话，然后它也是可以 adjust 按往上的部分，还是你的腰部往下的部分。所以我们呢要它上下是要自己按的。 但是它不是马上下的哦，它是要一边动一边这样往下，它才能到腰的。那这台 massage 加 gaming 2合1的椅子到底要多少钱呢？放心， 一台 iPhone 12的价钱都不用， 2399， 这是早鸟价钱哦，原价是4899的，所以要买的就去吧，就这样，拜。